棒浩翔、陈静同一班演员呢日就出席戏院开幕礼同电影《恭喜八婆》嘅贺岁场。对于票房成绩，各位又有啲咩目标呢？即如果能够成为贺岁片嘅票房冠军咧，咁我系应承咗会请佢哋去旅行玩嘅。做滑雪教练。系啊，仲要做滑雪教练，系啊，会教佢哋一日嘅。Dada 今次在戏入面的一幕低空飞扑镜头就成为焦点，但是第一次吊威亚的 Dada 又紧不紧张啊？我是怕有少点怕走光的担心，因为其实我未试过这样吊威亚法，所以但是因为导演其实我很信任导演，很信任武术指导的，那个过程虽然都有少点拉伸，但是拍摄都很顺利，出来的效果很满意，最重要就是整件事很。另外 ，Dada 兒身女小饅頭今次都有份演出，導演對呢位小演員的表現又有咩評價呢？咁要同個經理人傾下啦，即係傾下睇下，咪簽個長約咁樣咯。等佢再大啲嗰陣，可能演得做喜劇二咁。我覺得對而家仲係好細，都要睇我家姐演，同埋小朋友都係讀書比較重要，讀好啲書睇下點啊，將來。